你是一个不疯的异乡人，当你重新踏上旅途之后，一定要记得旅途本身的意义。这里的七天神像好像受到了那种怪物的影响。 吟游诗人，他也曾经是个温柔的孩子，现在却变得这样悲伤，充满愤怒。真是大胆！化作焦炭吧！我极断罪之皇女，见识下师傅的枪法，打起精神来呀！如果我来演奏真实的故事。 你会相信我吗？起风了，真名堕落真君，再进一步就能找到世界的真实命运，再次显现。见为师，剑出，影随，火力全开，在此宣判。 为流通而造的船，遇到港口也会停泊，所以璃月是一切财富沉淀的地方。这次的陨石体系是至今最大的一刻，是云渊咒，他们朝贵州寄来了，拭目以待吧。失去神明的国度，会不会被远古的恶意重新吞没？再会了，我的老友。 弓其实是我最不擅长的武器，正因如此，我才要征服它。破阵，稍纵即逝。纵使苍天陨落，契约必须完成。我可不好欺负，来点火花吧。 你知道关于杜陵和这座雪山的事吗？雪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，而你手中这把剑的材料里，应该就有杜陵的残骸。既然如此，除了你，我还能找谁帮忙呢？全员准备战斗！你能接受这种温度吗？ 天才，我不这样认为。此局，胆生之科。我的工作就是遵循与帝君的契约。风雪的缩影。不久前来附近写生，我有个新发现。从这里向前，有一处较为特殊的土地。世界的真相。
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与他的相会真的是一件好事吗？好漂亮的灯，这是怎么做的呀？哇，好多小摊啊！哎，来试试机关棋坛吧。这台留影机似乎有什么玄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要试试邀请萧一起去吗？他们的声音常常在我的耳边出现，如果你下不去手，就叫我静妖魔舞，不要用凡人的标准来揣测仙人。哭泣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，然后我们就一起来海灯节玩。
旅行者，蒙德的风花节你喜欢吗？来挑战一下吧。来享受风花节吧。就像加入你的冒险团一样，堂堂正正的跟你一起冒险吗？可以，请你指导我的修行吗？我还是有点不舒服。这下子好多了。说出来有些不好意思。小心！在执行公务吗？研究进行的如何了？不要勉强，有困难可以叫我。又有新工作了，别想跑。晚安了。将再会。大约是四五天前吧，有几个人从这里走过，背着篓子，提着铁镐什么的，和你说的差不多。前面还有个小孩，晃晃悠悠的。我被杀了屠龙王，元素陷阱长生之物。天撼地，善与恶只隔一线，此乃天道。是人类攻击了我赖以为生的地脉，这就是神的考量吗？我为祭坟。哎，等等，我这能算习武吗？放马过来，焚烧吧。书解气，我现在应该算文武双全了吧？有人劝过我低声下气，谨言慎行，说这样也许能获得谅解，只是因为他们没当过真正的罪人。
决，一双还愿。以眼还眼，断绝深仇。这盏沉歌壶就送给你们了。我已经招了个小家伙在湖里等着你们，有关这沉歌壶的一切事宜你们都可以去问问他。